它这个跟我们这些相关的成本、创意的基础跟门槛都做得非常低。真的免租金吗？免租金，第一年免租金，它只要付一些些许的水电费。听说好像还有咨询单位。对，而且那个咨询单位还会请那个很专业的顾问来协助我们，从创业到成立公司，他都会协助的。